还没到浪的那边，要放弃了吗？你开早餐店了？哇！麻烦你关。这是你的设备啊？要不要再帮你做一个牌子？对，还有板娘的照片呢。现在要做什么？现在做什么？你要你的肉。哦，我的肉。没下水，先吃早餐。帅哥，帅哥，帅哥！今天来到大甲的松浦港，他们准备要去冲浪，然后因为我本身不会冲浪，所以我就在这里有一间冲浪店，然后就找了教练，所以等一下看能不能成功完成。看着不会啊，嗯，看看姿势。我看起来像，穿穿看嘛，人家看好你哎。怎么这样？这视觉的效果。那你要穿什么菜哦？不会啦，可以穿得下吧？穿得下啊。对啊。所以代表我怎么样？身材还是？你顶着啊，顶着吗？啊，可以顶平一点吗？不平吗？对啊，你有用头出力吗？严谨哦，可以啊，站左侧的位置，大家要把它找出来，然后就来放。上去，好，
快了，快了，你快成功了！你再腿再开一点，再稍微蹲一点，不要紧，双手打开后可以平衡的更多。对。叔叔，你觉得今天的浪怎么样？好啊，超级好的，年度好浪。年度好浪，是因为我在关系吗？对对对对，我们。你真的有冲浪的秘密？冲浪可惜。是哈、哦。对 对, 对。是哈、哦，我这样随便这样都秀得起来，很都秀得起来。今天冲浪的一日体验，一日体验成功，成功吗？成功，有体验人生就是完美。对对对，有体验，然后之后就是认真学习。看有没有兴趣，要先体验过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哎、欸，阿仁哎，没有人拍到你拍我了。好的，喜欢我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下部影片与你同乐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准备回程，好的是阿罗哈冲浪，这里有个人的铺板跟那个体验的地方。然后他们的教练其实很多，然后其实会有两个，可能再一个六个下去，然后一组这样。然后下去的时候，他还说一直鼓励你，对吧？他是其实蛮鼓励人的，就是说他还会讲身体的姿势，然后把你推出去，因为他不想你花太多时间在那边滑板，就用手那边滑，然后就说站起来，站起来。